往前送，往前送，送远，含低部，这个地方啊，走远，这是别人从前面要打你，你闪开，啊，所以从这边步拉远，然后上来，啊，所以内部走远，然后上这一步也远，啊，好来。前脚要透过上下，对，上下来。你那个布不是在那边，布是在这边，布在这里。然后这个东西出去的时候，是这个。对呀、啊，不是你这个手臂会伸，你这个地方过来，你这个是在这里嘛，就是这样子。这个布往那边拉。边面往外翻，在这边不往这边拉，拉下来，拉到这个东西之后翻上来以后，有点，然后这个上推上去之后，同时这个有点割的味道。本来就是割，上礼拜不是讲是割割吗？看见了，对。没有，这斜的，走过很多次，脚是斜的，手是一定要相向，对。不对，你看你又跑掉了。对，你看你要绕完才上掉，这个脚跑掉了，你没掌握到剑刃，你没掌握到剑刃，啊、这边对前后还上掉，还要再斜出去，对，走，你错了，哎对。这个出去不要有手腕的动作，不要有这个，对，好吧，这个出去从这边过来一路步，你看，要搬进来之后才拉开，对，手腕没有动啊，你要到这边呢用手腕走，剑跑掉了，你没有用到刃啊，好像那个对。本来就是嘛，我不是说这是这样用吗？割嘛，这是这样用啊，对，不是这样用。就变小了。不对呀、啊，不对，对呀、啊，你不要割人了，那你去找树嘛，你去找树。你看你用。不要动，手腕不要动，用背。这个不能打，这个怎么走啊？